我叫潘东子，我们家住在江西大山里一个叫柳溪的村子，这里好美，有山有大河，还有一群和我差不多大整天一起玩耍的小伙伴。最要好的有春芽子、细妹子，还有胖子，他们都听我的。那年我刚八岁，开始懂事了。村里的恶霸地主叫胡汉三，专门欺负我们穷人。我一直盼着能像我爸爸那样也会耍大刀。春芽子，我爸爸说等我奶奶的病好了，就在阳文镇的洗浆铺给我打一把大刀来。你爸爸让你学武艺啊？嗯，我爸爸说学会了武艺就不怕胡汉三那样的恶霸欺负咱。刀给我闪着，闪开闪开，快点闪开闪开。东子快看，我上来了。东子闪开。东子，咱们还是退回去吧。不退，凭什么咱们给他让路？小王八羔子，你眼睛瞎了？没看见老爷轿子过来呀、啊、还不赶紧闪开。明明是你的轿子挡了我们的路，你还骂人。哦，小子学会顶嘴了啊，我看你是皮子痒痒了。这是谁家的野仔啊？回老爷，是潘兴义家的。潘兴义家跟他爹一个样，他是吃了豹子胆了。不想让路了？让不让路你别问我呀。我不问你个兔崽子，我问谁呀？你问问他呀，他可是胡老爷家的，胡老爷的话他准听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敢戏弄老子，来人、哎、把他给我扔到桥底下摔死他。是。小兔子，算了，先饶过这小子，咱们赶快赶路吧。万福还在姚安镇等咱们呢，等堂主出来再收拾这小子也不晚。是。你约的
的这位吴同志怎么还没到啊？眼下敌人盘查得很严，修竹同志可能是绕路而行了。你除了跟他核对接通暗号以外，还要注意他的着装打扮，上身穿蓝衣服，下身穿蓝裤子，黑布鞋。放心，跑不了。徐书记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嗯。小姐，谢谢你。哎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好。哎，小伙子。哎，小掌柜，回去见了你们沈老板，替我带个好。好，就说我给他拜个早年了。好嘞。啊，好，谢谢小掌柜。兴隆茶庄的生意最兴隆，他愿意跟您谈买卖。哦，我来的路上蓝上衣蓝裤子被疯狗给撕破了，所以这才……哦，请问先生，您要买什么茶？苦茶。哪儿产的？北山。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，现钱交易。没问题，货都在阁楼上了，房朝，请走啊。许书记在上边等着你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打你，这条狗。你哎呦，许书记，是我，别打了，都是自己人，快上来吧。外寒内饥，脾虚胃苦，这身子骨啊实在是太虚了，除了服药，你们得想想办法熬些肉粥给他好好补补身子。老太太你好。刚才啊虽然说对了暗号，可是这身衣服不对，我还以为是白狗子的密探在搞鬼呢。哎呀，误会了误会了。回之爷，哎呀，几个月没见，长这么高了，想爷爷了吗？想，天天想。我爸爸说了，等下次去金泰观给爷爷练大刀，你带我去。东子，东子，你还小啊，等长大了再跟爷爷学，听见没有？嗯，看上哪去玩了？过了年呐，就满九岁了。当年我爹带了我上山拜师学艺的时候，也就他这个年龄嘛。啊，徐书记，组织上交给我什么任务啊？
中央军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，对我苏旭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第四次的围剿。为了粉碎敌人的反扑，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瑶湾和柳溪一带开展秘密的扩红运动，就近给离瑶湾一山之隔的彭岗红军独立营补充兵力。组织上决定让你这个特委委员去完成这个任务，有没有困难？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我知道你过去当过木匠，现在可以再利用这个身份走村串乡，这样可以便于工作。你放心吧，许书记，瑶湾和柳溪一带我非常的熟悉，特别是那个柳溪村，当地的恶霸胡万三仗着儿子胡万福在中央军当差，猖狂得很啊，手里有点破枪杆子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当地的老百姓恨得连牙根都直痒痒。如果我深入到柳溪工作，保证能动员一大批青年参加咱们的红军队伍。今天是贵客临门，胡某我特备下薄酒，料以助兴，不成敬意。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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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吃菜。哎，慢点，那就不客气了啊。汉三兄，嗯，你到瑶湾去看令公子去了？嗯，令公子可好啊？哈，你们有所不知啊，万福这几年是大有长进呐。哦，现在是中央军的上尉连长。哦，秀珠同志，彭岗独立营扩充的事儿，可就全靠你们了。嗯，你们争取在年内把人给我带到彭岗去。我们？还有谁啊？哦，还有一个叫宋德江的老同志，他也是柳溪人。也是咱们秘密的交通员，你跟他联系上以后，就在他家落脚，让他协助你开展工作。明白。诸位，这年关就要到了，今年的田租要早点收上来。嗯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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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另外，要舍得花些银子，多养几个枪靶子。嗯嗯。对于那些抗族闹事的大胆刁民，可不能心慈手软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韩三兄说的对呀、啊。如今这年月，泥腿子是越来越难收拾。我这回回去以后啊，也得花点钱，雇几个会耍枪弄棒的家丁，再修他一座牢房。嗯，谁不听话，咱就抓人。嗯，再敢捣蛋，嘿，杀他的头。对，实在是高啊！这家里啊，眼看就没米下锅了，给妈买药的钱还没凑够，你说拿什么买肉熬汤给娘补身子啊？家里头不是还有十几个箩筐吗？啊，明早上我拿着鸡上去卖，十几个箩筐还换不来半斤猪骨头，啊！我还没跟你说呢。今天早晨你去山上请慧真师傅的时候，我合计着到镇上把这几个箩筐给卖了，可没想到我刚到街面上啊，就碰上了几个白狗子伙夫，一分钱都没给，把那些箩筐全给抢走了。这是什么世道？还有没有穷人活命的路啊？小点声。实在没法子，就把这镯子明天拿到当铺去给当了吧。这怎么行呢？这是咱们成亲的时候你妈从手腕上撸下来传给你的，咱就是再穷再苦也不能把它卖了。你小点声，给妈治病要紧啊。这
这这那那的，就这么定了。镯子就放这儿了，放忘了地方了吧？你好好找着，放哪儿了？不会啊，我昨天晚上就放在这枕头下面的。不会是让东子拿走了吧？不会，他一个孩子家，拿手镯干什么呀？回头啊，你再找找啊。那你说眼下这怎么办呢？没事，还有我爹啊，给我那件棉袄，把它当了。才让你给批的，你说你也够笨的了，二丫子，你说你这个头啊，不比东子矮，人家东子你看看，人家放牛、割草、劈柴、挑水，样样都行。来，给我。大光。哎，东子。哎。有事儿？这东子没跟春芽子在一块儿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哎，这孩子一大早就溜出去了，你看。又不知道去哪儿疯去了。哎，你呀、啊，上罗麻子家看一看，备不住啊，和胖仔在一起。你这裤子怎么回事？怎么撕成这样？你是不是又跟东子爬出掏鸟窝去了？没有，裤子让霍汉三他们家狗咬了。狗给咬的？腿没事啊？没事。你们俩是不是惹人胡老家狗了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裤子撕成这样，啊？胖仔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孩子差点让狗咬着，你就不心疼啊你？我今天让他长长记性。你敢打？你敢打？你敢了？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又打孩子呢？啊！你来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你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们家东子，没事儿别总领我们家孩子出去惹祸去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前几天你们家东子领着春芽子，还有我们家孩子，跑到人家胡老爷房顶家借房瓦，要不是我跟人家家丁好好求情，就这几孩子早就没命了，早就没命了，你知道吧？来，给我过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你们家东子领着我们家孩子上一胡老爷家惹狗咬的。没跟东子一块玩，是我自己拿石头砸的。你放屁！哎呀，罗大哥，你消消气儿，你听我说，东子他……哎，又想护犊子是不是？你们家东子要不是在背后撺的，我们家孩子有这么大胆吗？罗大哥，咱说话可得口对着心。胖仔不是说他自个儿砸的胡家的狗吗？你凭什么赖我们家东子？怎么叫我赖你们家东子？就你们家东子让……行了你，少说两句。东子妈，你别听他瞎说。不论是谁，只要打了胡汉三家的狗啊，就是对的。谁叫那个胡汉三一天到晚欺负我们凶人，心狠手毒的。你闭嘴！你敢对老爷不敬，啊，找死啊！我告诉你，胡老爷就是老爷，在咱们柳溪那就是土皇上，得罪了他没你好日子过。对了，东子妈，我把丑话放在这儿啊，以后你们家东子再领我们家孩子出去惹祸，别说我不客气啊！说什么呢你？东子妈，哎，东子妈，再不，走进屋。
没个人影，我院里院外我都找遍了。什么？孩子去哪儿？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是啊，这孩子是该管管了。你别着急，先进屋帮妈把药熬上啊，回头我再去找找。这孩子去哪儿了？你说。喂，爸爸，我今天过来。一大清早上哪儿去了？啊，自首找找不着，把你妈急成什么样了？我没去玩。还嘴硬，没去玩一天不着家。说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柳河。柳河，这大冷的天你去柳河干什么？你啊啊！路那么远，山又那么陡，水那么急的，你说你一个伢子家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你这孩子真是淘气都淘出格来了，你真不懂事。我没好心，我去给奶奶抓鱼去了。东子。我听你们说，每天给奶奶买一熬汤，要把妈妈的手镯当掉，不想让你们戴手镯，就趁你们睡觉把手镯藏起来了。这是外婆留给你的，你就别当了，行吗？好儿子，妈错怪你。今天白天呢，我去罗麻子家找东子时，你看罗麻子那个样啊，他硬说是咱们家东子把他们家胖仔给拐带坏的。明明是胖仔自个儿招惹胡汉三家的狗，让狗给咬了，硬说是东子撺掇的，什么人啊？罗麻子就那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我呀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样。他还说什么，要是东子再撺掇胖仔惹是生非，他就对我不客气啊！你说一个大男人这样说话，他就不嫌害臊？我们东子才不稀罕带来他们家儿子，跟我们孩子玩的孩子多的是。哎，这平时咱们家都是你虎着脸熏孩子。今天怎么反过来倒护着了啊？再说人罗麻子说的也不是全错，上次接胡万三他们家房瓦，不就是咱东子带头干的吗？哎呀，那还用着罗麻子啊来教训我的儿子？儿子是我养的，我怎么打怎么骂都行，别人啊别想碰他一手指头，就是说他几句，我这心里都有气。呀，真是个女人家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胖仔让狗给咬了，秀姑肯定心疼坏了吧？罗麻子说你的时候，没给他帮腔吧？他这秀姑啊，和罗麻子虽说是夫妻，哎，可秀姑和她男人可不是一路人，讲理得很。秀姑还说了，砸胡家大狼狗这件事儿啊，甭管是谁撺掇的，都没错。胡万三横行霸道，连他们家的狗都狗不仗人势，砸死了都活该。秀姑说的对啊，这胡万三实在是。
秀姑啊，这辈子嫁了这么个男人，也够她受的。你想什么呢？哦，这年关马上就到了，胡万三又要收田租了，我得想办法怎么把这事儿应付过去。老爷，这是潘行一家欠下的田租，请您过目。欠了这么多，嗯，哼，今年该跟他好好算了，不能像去年一样，让这个大胆的刁民抗租不交。金爷，回来了，老爷在堂屋等着你呢。老爷，大头，事情办得怎么样啊？老爷，顺风顺水，钱都办好了。梁商们怎么说啊？他们答应等咱们收完这帮泥腿子的田租就来柳溪购粮，还来拿了一大笔定银。哎呀，看来今年的粮米行情是上涨啊。啊，听说是给围剿赤匪的中央军筹备的。哦，看来销路是不成问题啊，关键是咱们怎么样让这帮穷鬼们按时把年租交上来，这可是一件头疼的大事啊。老爷是担心潘兴义股东闹事儿。这个刁民浑身都长着反骨，就连他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也敢跟我作对，不想法子把这个绊脚石搬掉。年关收租又不知道闹出什么事儿来呀、啊、是得提防着点啊。老爷，依我看，不等年关，咱就先把这小子抓进牢里，看他怎么闹事儿。你这个办法我不是没想过。这小子打小跟山里的野道士练功习武，刀不离身，耍起大刀来几步之内无人靠近，只有一枪崩了他。可是这样一来，这事情就闹大了，穷鬼们要是联合起来闹事，咱们的田租不就泡了汤了。老爷，我倒有个办法。说。对付潘兴义这样的刁民，硬的不行，咱们就来软的，给他点甜头尝尝。你个老糊涂，不要他小子命就算便宜他了，还给他什么甜头？你接着说。依我之见，把潘家欠下的田租一笔勾漏，再赏他两亩薄田，把他收在老爷手下当家丁，一来呢免去他在抗租闹事，二来呢利用他在泥腿子里面的威信，耍弄大刀的功夫，让他替老爷催租避债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就这帮穷崽子做梦都想有二亩地呀、啊，就这么赏他一块肉，他能不动心？就按刘头子说的办。真要是把这个姓潘的给我拿下来，也了却了我这心头之患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中午，你把他叫回来，我当面跟他摊牌。这小子要是不上钩呢？行义哥，婶婶，东子，行义哥，啊，丫头妈来了。哎，
新一哥，金大头让我叫你到胡家大院去一趟。去一趟胡家大院？说是胡汉三要跟你商议个事儿。跟我商议事儿？听金大头说，今年收成不好，胡汉三要给乡亲们减点田租，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个减法。跟我商量怎么减法？我看这话不大可信。走，看看去。我倒想看看他这葫芦里头卖了什么药。老爷，他来了。老爷，林毅啊，来，上座啊，上座，请。哎，把酒满上，把酒满上。没想到我潘行义有这么大的脸面，让胡老爷好酒好肉的伺候。这话就说远了啊，行义啊，在咱们这个柳溪几百号人里，我胡某最敬重的可就是你啊。对对对对，咱们为一些田租的事儿，有过一些小过节，小过节，小过节，可是那也是。没办法的事儿嘛。对对对，你看啊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啊，为用着绕圈子了，直说了吧，我来就是想听一听今年的田租，胡老爷你打算怎么个收法呀？能免多少？该减几家呀？别人家事儿你甭管，胡老爷的意思啊。就是先把你们潘家的田租通通免了，另外呢，再把村西头的两亩稻田赏给你。行义啊，胡老爷对你可是不薄啊。我们胡老爷就是想帮你们一家老小，从此换个光景啊。不过呢，老爷有个条件。你得答应做胡家的家丁，从此替胡老爷办事儿。哎，行义啊，你要是嫌两亩地少，我再赏你一亩橘园。胡汉三。收起你的鬼把戏吧！你打错了算盘，想让我潘行义当你胡家的狗，替你去欺压乡亲们，除非日头打西边出来！哼！这姓潘的是给脸不要脸，今天非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别急，他姓潘的既然不是抬举。就别怪我心狠手毒，不到年关，我就让他家破人亡。是狗，不是我，狠狠的打了下去。东子哥哥，打死了！哎呦，嘿嘿，我还以为打死了呢。瞧你说的，可是还是让他白白吃了一条鱼啊！吓死人了，东子哥哥，你胆子可真大。要是我，早就被大狼狗给咬了。哼，我才不怕呢。这有什么的呀，我也砸过那条狼狗，我还打过狼呢。吹牛，你打过狼？我见过。你胡扯。我就见过。你就是胡扯，你瞎吹。我就见过，上次我在那山里头看见那么大一条狼，比胡汉三他们家狼狗还凶呢，还大呢。东子哥哥，你别和他争了，狼哪有胡汉三家的狗凶啊。胖仔就爱瞎吹，我没瞎吹，我就见过。那你说说，狼长什么样？狼长什么样？长得跟胡汉三他们家狗似的，
然后那眼睛绿绿的，那耳朵尖尖的，红舌头一吐出来有这么长呢。你准是听你爸爸说的，我爸爸也告诉我狼长什么样，你就是没见过。我就见过。你哎呀，你们俩别吵了。哼，东子，你下次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柳河抓鱼去？下河摸鱼有什么好玩的？有本事跟我去后山套野兔。东子，你敢跟我比比，看谁先套到野兔？比就比，准比套得快。陈亚瑟，快看你爷爷。宋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慢点，慢点，东子，哎呀，走走走，咱们到桥头看看爷爷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啊！走，哎，慢一点啊！爷爷，啊，什么呀？哎，来来来，我看看啊，爷爷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？看看。哎，不抢不抢，每人都有一个。哎，我的，好，哎，过年的时候咱们一块儿放啊，大伙儿放热热闹闹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爹呀，嗯，这遥湾小学。还没到放寒假的时候，你这怎么就回来了？嗯，年岁不饶人呐，整天在学校里挑水烧锅打经的，干不动了。这次回来啊，就不回去了。您不干了？不干了。是校长不让您干了？哎，牙子妈现在怎么样了？净受胡焕三小老辈的气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也是听罗麻子说的。每次问到他呀，就是哭，什么也不说。哎，快两年了，过完今年，跟胡汉三家的账也就清了。来，秀姑，来来来，给我拿个盆来，又拿回来骨头了。哎。哎呀，今天这头猪大呀，累死我了，半天才弄到。哎呀，哎，你说我这罗麻子是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就是会杀猪，剔骨头剁肉这手艺，咱柳溪没一个能赶上。你说我爹还挺有眼力啊，从小啊就把我送到镇上，跟那个张屠夫学了这么点鸡零狗碎儿，哎，就这点手艺，让胡老爷给看上了。你看看，哎，你想想，给谁家杀猪啊？啊，那是给胡老爷家杀猪，多美的差事啊！不光能抵减天租。还隔三差五的什么猪骨头啊下水弄回来吃，你说要是没这点油水，咱们家胖仔能比别人家还长得胖啊？你知道乡亲们都怎么说你？他们还能放出什么好屁呀？不就是说我见着胡老爷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吗？那是看咱们每天吃肉眼馋。你呀，就没有点男人的骨气。你说啥玩意儿？骨气，骨气能有这骨头好吃啊？啊！吃了骨头，你也是个贱骨头。你少说没用啊！胖仔呢？啊？哑巴呀？跟东子他们上山了。谁让去的？谁让去的？啊？还两天不关门，你等着回来。你瞎嚷嚷什么呀你？上山套兔子去了。说是给你下酒，给我这，成天给你当个屁虫，没骨气东西。我说，你们两个真笨，从早上到现在，一只野兔也没套着，还说跟我比，这回怎么样？
两个送给你吧。我不要，玉米泡的也是我的，回家给你奶奶吃吧。不要啊！哎，胖子啊，你看，你看我这房子哪的呀？然后呢，你要指我姐姐的地方，然后你走。这个恶狗可馋了，快跑！没事吧？来来，兔子没了。该死的恶狗！满山。